在挪威是生产的机器是很多的，嗯，特别是医疗机器，因为我在那这边去过很多医院，可是没有看过那边那样子的机器在那边，嗯，在这里没有看过，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在这里在那边我挺他们挺需要的，他们挺喜欢的。你哪些方面呢？如果你现在看中国的文化还有外国的兴趣的话，他们非常有兴趣对这里的衣服类型的。现在在挪威的商场里面，就是他们要求的是中国的东西，而且中国的东西在那边很少，比如说是中国茶呀，还有也中国的一些旗袍哦，传统服装，对对对，啊，很少很少，嗯，但是他们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啊，现在还没有开始呢，可是在挪威还是中医很少，可是现在慢慢有他们有兴趣，他们就有开始了解这个方面的，啊，开始了解这个中医了，对，啊，所以说现在呢，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要求进口嗯东西的。所以说你想先去看看市场，完了以后再去针对市场去做一些，啊，我想问一下少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？去年九月份，他们我的几个朋友是在巴基斯坦，我的几个朋友在那个沙特也有，然后我让他们在看在那边的市场怎么样，嗯，然后让他们那边的样品带过来或者那个寄过来，然后问他们有什么价格，因为你们有方便可以我在这边做出来以后马上给你发过去，嗯，我收到那个样品，然后转转市场，看了那个市场有哪里有，也有比如说有一个100块钱的东西的话，我去了一个商店里面，我可以给他说我只要做出来是100块钱，他就马上给你去做出来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的邻居，他的隔壁有一个店，他就说我给你99做出来。还有另外一个，他说我给你90块钱，我给你做出来，哦，比较精选择性比较多，很大，对，啊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发货之后，就放了那个电器屏，就那个电饭煲是在那儿，有原来有，但是很少很少，没人要，因为我人家都不知道怎么用。然后我发了那个第一批货，然后在那边广告，然后人家都休息了，然后人家都赶紧去买。啊，能不能问一下你第一笔生意赚了多少钱？这个是，也还是马马虎虎。马马虎虎啊，其实这样也挺好，你靠自己赚的钱，然后可以养活自己，是吗？对。以后还可以做得更大一些。就是说做贸易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哈，肯定会和很多的中国人打交道。嗯。啊，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当中，你觉得和中国人打交道容易吗？容易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啊，有没有让你感觉不好的地方，或者是好的地方？那我见过都是好的地方，没有见过是不好的地方。哦，太好了。因为我就然后那个我可以说语言就没问题了。嗯，如果语言不通的话，语言不会说不需要说的话，有好几个外国人他们见我也有骗人，也见我有骗人，还有他们也见我好多问题。嗯，不管是在中国，如果我去年挪威的话，我不会说挪威语言，我也见过好多问题，到处都有问题的，但是我在中国是快6年了，所以到处都没问题了。啊，都没问题了，只要是沟通的好哈，对，这个交流到，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中国朋友到咱们贵国，到巴基斯坦或者是到挪威去搞这个贸易的话，会哪些方面比较容易？现在已经有中国人，他们跟那个巴基斯坦在那边有做贸易，有挺多的啊，在那个伊斯兰堡也有，还有那个卡拉奇，我们巴基斯坦的一个航空啊，在那边也有挺多的。还有也有中医生，也有他们开自己的医院，在那边有啊，也有开自己的医院的，开私人诊所，对啊，也有，对，也有，啊。然后他们也每年就三四次或者4、5次去巴基斯坦，然后就在那边要干在那的事情，还有跟那个巴基斯坦人合作啊，然后他在那边看嘛，然后就他们不是在他们做成双面进出口，从中国的东西发到那个巴基斯坦，还有中国巴基斯坦的东西在中国没有的话又寄过来的，或者那个发过来，就这样。哦，你觉得巴基斯坦有什么东西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？就那个巴基斯坦人现在有基本上都是那个他们吃那个大米嘛，嗯，大米都是出口的啊，还中国人口多，他们每个人都他们吃那个面，还要进口一些大米，他们
中国人他们吃面比较少，但是他们 吃米比较多。如果说我有意到，就是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意向要到咱们巴基斯坦去投资，嗯啊，那会就是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？也有在巴基斯坦投资的话，你可以开那个一个小的厂家或者那个小的工厂嘛。嗯，因为那个巴基斯坦还有那个中国是钱的是1:7.5，中国的一块钱，巴基斯坦的7.5，只是比如说，如果你要在巴基斯坦投资的话，巴基斯坦的那个七万五的话，700万的话，是你们的100万啊，是我比较感兴趣。啊，就是说在那边就会感觉就是说资金方面是没有问题。你算是在这边带着人民币，带着人民币去以后，在这边换到我们的卢币，就钱的更多了。啊，去了会觉得自己很富裕。对。啊，然后去了就办个工厂。对。啊，办什么样的工厂比较好呢？就那个，如果你去了，你现在干的那个服装的话，就是办了一个服装工厂吧。啊，做服装。对。嗯，好，谢谢你这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建议。刚才少林给我们说你做了很多笔生意了，可以说，但基本上都是在沿海这个省份，福建还有都是哪？不是河南做成的是吧？你为什么不在河南做呢？因为是第一个部位是在河南里面是没有汉口嘛。啊，我们有必须的那个发货的时候，就必须那个做船运嘛。哦，所以交通方面的问题，港口，你说港口是吧？港口，在那边他们有进货的时候，他们发货从宁波发货，因为从宁波比较那个方便一点。如果我从这里河南进货的话，我从河南发，从河南的那个广东发货的时候，还有那个运费还是我自己掏的。哦，运费我自己掏的话，就是那个东西100块钱的东西变到那个120嘛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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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120或者110。就这个问题，交通成本就是那个郑州河南也有代理商，每个东西都有代理商在这儿有。哦，然后你们可以在这边订货，代理商有自己的回扣，他也给他们也给厂家介绍有一个客户。哦，如果你不知道厂家什么地方，你必须要那个经过那个代理商过去。代理商啊，如果比如说你给打电话，厂家打电话，他说那个你我是那个我要进货，他说你们是哪里呀？如果你给他说我是在郑州河南，他说在那边我们有代理商，你可以给他联系吧。你可以让他给我们联系，就这样子。这样你觉得就是说河南应该多增加点代理商？对啊，对。可如果你看河南的商场的话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河南不是那么发展，现在发展的非常快。对对对。其实我们刚刚2000年的时候来的时候，就是如果你看一些生活水平嘛，也是很低的。是是。当时候麦当劳也没有。对对对。也是算一种生意嘛。嗯。麦当劳也没有，然后 KFC 这类。肯德基也没有。肯德基。可是呢，你看现在有多少个？是是是。很多。好几个，而且商场发展的非常的非常的快，所以我们还希望河南能一日潜力的发展的。嗯。更快，一日千里，发展的更快，更快啊！是在我们外国，在挪威，我看过挪威的商场，还有看过巴基斯坦的商场，没发现的这个比不上这个速度，这个河南的这个速度，因为河南这个位置这个很重要，对，它在中国的中心地位，对，是，所以这个商场发展的那么快，嗯，还希望它更快呢。希望发展得更快。这，我的意见就是，还是需要，国际，多国际交流，才跟他们还学一些新的东西。他们因为，你如果看，外国的商场，还有中国内地的商场是不一样，所以他们还需要沟通。所以河南一些商人，还有这边的商场人，他们还是需要了解，多了解点外部信息。是是是。啊。这样就是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商机，这样也更能和世界这样接轨。对对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再见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聊天室就是这样，明天呢我们接着再聊，拜。这里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会议厅，这位说着一口流利汉语，就谦虚。